美国、拱火印度在距离中印边界实控线仅95公里举行联合军演。极寒环境下的高原地区，美印双方是否具有作战能力？美军遭遇50年最严重征兵荒，极力打造无人舰队，纠集多国在东南亚举行大规模军演，搅局亚太。针对中国，美军还要在亚太制造更多动荡和混乱。军事制高点用数据透视真相。登陆军事制高点，用数据透视真相。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彤彤。在今天的演播室呢，为大家请来了两位专家，一位呢是我们的国际问题专家苏晓慧女士，您好，还有一位是我们的军事问题专家魏东旭先生，欢迎两位。近期呢，美国使出浑身的解数来拉拢亚太地区的盟友，力图呢构建其主导的地区秩序，但是相关的做法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反而是遭到了国际舆论的广泛的诟病。那么在今天的话题展开讨论之前呢，我们要先来看一看媒体关于这些话题都有哪些关注。首先把时间交给小叶，请他为大家带来本周的军情要闻。小叶，好的，军情要闻将带您一起回顾本周发生的时事新闻。我们首先来关注第一条。据欧亚时报网站8月9号报道，印度国防国务部长阿贾伊巴特在一份声明中声称，至少有7个国家对印度国产的光辉轻型战斗机表现出了兴趣，他们分别是阿根廷、澳大利亚、埃及、美国、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但是从目前来看，光辉战斗机迄今还没有达成一项出口协议。继续来关注第二条。当地时间10号，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进行了自民党高层内部人事调整，并对内阁进行了重组。重组之后，内阁成员共计19人，其中9人为首次入阁，5人留任。日本电视台对此评论称，整体来看，这是考虑自民党派系平衡的人事安排。继续来关注第三条新闻。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航空自卫队11号宣布，9号与美国空军在冲绳周边实施了共同训练，双方共有10架战斗机参加。除了证实9号进行了演习，日本自卫队还证实，在我东部战区演习的第一天，即8月4号，日美也出动了5架战斗机在冲绳附近进行演习。共同社还称，此次演习是对中国所谓的强烈牵制。继续来关注第四条。据美联社8号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副局长大卫·科恩近日在中情局的一次闭门会议上表示，虽然打击基地及其他极端组织仍是中情局的优先任务，但中情局的资金和资源将越来越多地转向关注中国事务。报道称，中情局内部正在发生一些转变，数百名官员正被调往与中国事务相关的职位。中情局也正在试图招募更多会讲中文的人，并缩短雇佣背景审查的等待时间。最后我们来关注，据澳大利亚媒体报道，日前澳大利亚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尼斯宣布将对澳大利亚国防军进行审查评估，这是10年来澳大利亚政府首次对国防军开展评估，或将对部队结构和装备建设产生深远影响。报道称，本次评估主要涉及部队结构和部队态势2个方面。值得注意的是，本次评估工作必然会对澳大利亚采购核潜艇进程带来重要的影响。以上就是本周的军情要闻。彤彤，在佩洛西窜访台湾导致台海局势紧张之际，美国呢又将目标锁定在了中国周边的印度，声称将会在距离中印边界实控线仅95公里的地方举行联合军演。那具体的情况，我们通过短片先来了解一下。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8月6号报道，美军将在中印边境争议地区附近同印军开展联合军演。报道称，军演将于10月中旬举行，地点位于印度北阿坎德邦的奥利地区，当地海拔10000英尺，距离中印边界实控线仅95公里。有关演习将作为美印第18次准备战争联合军演的一部分。另据印度国防研究所网站7号报道，印度前空军司令阿鲁普拉哈元帅发表演讲称，印度正从俄罗斯购买轰炸机，双方正在就图160战略轰炸机的出口进行谈判，目前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
双方达成了初步协议，谈判进入了最后的阶段。最后，印媒《欧亚时报》九号发文称，当前印度空军规模和实力可以说是位居世界前列，但是面对中巴空军仍有较大压力，将给印度带来不可控的潜在威胁。好在印方也在积极谋求购买新式的战略轰炸机。此外，据印度教徒报七号报道，美国海军补给舰查尔斯·德鲁号上周日抵达印度钦奈，将在那里的拉森图伯造船厂接受维修，这是美国海军军舰首次在印度进行维修。印媒称，此举为快速发展的印美战略伙伴关系增添了新的维度。首先问一下魏先生，怎么来看待这次的军演所传递出来的这个信息？而且大家也都知道，像中印边境大部分都是高寒地区，都是高原地区，那对于这样的气候，对于这样的地形，像美军和印军是不是在这方面的作战能力，比如说有一个什么样的标准，或者是已经什么样的一个状态？美国呢最近这些年在极力的拉拢印度啊，尤其是希望印度加入他的这种军事的朋友圈，所以我们看美印之间的军事演习和训练是越来越频繁，那么在不同的层面都体现出更多的合作啊，包括美印的这个空军在红旗演习的这个框架内也进行了这种高强度的对抗性演练，包括美印两国的海军也会在马拉巴尔的这个演习框架内去进行这种联合的反潜训练。现在我们看双方的地面的作战部队，甚至包括山地作战部队来到了非常靠近中国的这种高海拔的这样的一个区域去进行这种联合的训练。那么这就说明呢，美国是想对外展示在我们周边的不同方向上它都可以找到所谓的跳板，都可以采取一些这个小动作。那么我认为呢，美军它的山地作战能力还是比较强的，而且有丰富的经验，为什么要和印度在印度相关的这种高海拔的一个训练区去开展这样的一个演练，应该就是要千方百计地提升印度军队的山地战的这个进攻能力，让他们在高海拔地区的这样的一些军事力量更加的具有攻击属性。您说到了这个美印之间的这个合作，其实有一个细节我们不得不说，也是最近这个印度媒体在炒作的，说是现在这个美国的首艘军舰然后来到了印度专门进行维修，这个举动背后说明的是什么？苏老师。那大家其实在消息层面还是能看到一些调侃的，说是美方真敢去，印方真敢修，这说明呢维修以及维修的水平其实并不是这一次双方之间所谓的军事上的合作它的一些核心的要素，而是传递出的战略方面的一些信息。此前双方尽管有一些合作，包括较为密集的一些联合演习，但是呢在落实此前签署的一些条约方面，包括2016年的后勤保障条约方面，应该说还需要一些更加具体的动作，使用后方的一些基地彼此来进行一些维修的操作，这是一个必然的因素。那同时呢，对于美方来说，近一时期美国也希望印度展现出更多的对于中国的一些恶意，或者是说呢在外交关系方面与中国保持更大的距离，所以从这一次维修包括刚才魏老师谈到的军事上的演习可以看出的是，美国在地区在下一盘大棋，而希望印度成为一个合格的棋子。近期印度媒体单方面大肆炒作将要购买图160轰炸机，并表示呢双方已经达成了初步的协议，谈判也进入到了最后的阶段。那有关于这个话题，接下来要跟大家一起来连线我们总台驻莫斯科站的记者宋一平。一平你好，作为俄罗斯空天军装备的一个最先进的轰炸机，俄罗斯这次真的会把图160战略轰炸机卖给印度吗？好的，关于印度有可能购买俄罗斯的图160M 的消息呢，俄罗斯的官方媒体现在几乎没有报道，只有部分网络媒体和自媒体的消息。从印度放出来的这个消息，我们可以看出，购买或者租赁图160M， 印度是希望其拥有具备三位一体核打击的能力。俄罗斯是一个军备出口大国，与印度也不接壤，印度军事实力的增强不会威胁到俄罗斯的安全。从这个角度上讲，俄罗斯如果以前能够卖给印度 S-400， 那么今天它就能卖给印度图160M。但是问题在于，俄罗斯有没有现成的改造好的图160M 轰炸机可以出口？2018年1月，普京在视察喀山飞机制造厂的时候，新改造的图160M2才进行了首飞。当时俄国防部宣布了一个总价约为1600亿卢布的订单。根据这份订单，到2027年。俄军将新增10架图160M2，但是离交付订单还有5年。最近3年，全球遭遇了疫情，俄罗斯又深陷俄乌冲突。喀山飞机制造厂能否按时交付俄国防部的这10架图160M，还是一个未知数。当然，考虑到近年来俄印军事技术合作不断加强，不排除俄罗斯会租借图160给印度。
8月15号，俄罗斯一年一度的武器国际军备展就要开幕。去年我们在现场上看到了许多印度的军方代表和记者，相信今年他们一定不会缺席。如果俄印确实在图160的谈判上取得了实质性进展的话，我想这次军备展期间应该会有消息公布，让我们拭目以待。好的，谢谢一平来自于现场的观察。那相信两位可能也已经注意到了，就是近期呢，的确是印度的媒体在炒作，说有邻国的这些潜在的这个战略侦察机所带来的威胁，所以呢，他们想要去购买图160战略轰炸机来作为一种反制和应对。那为什么现在印度会紧盯着邻国的战略轰炸机来进行炒作？因为现在呢，印度是急于完善自身的这种核威慑体系，那么在地面上已经拥有了烈火系列的弹道导弹，那么在水下呢，它也开始打造所谓的这种这个弹道导弹这个核潜艇，但是呢空中那么进行这种核武器的这样的一个投掷。目前呢它是采用一个应急的措施，就是利用苏-30 MKI 加上空射型布拉莫斯巡航导弹的这样的一个模式，但是它毕竟是一个战术平台，飞不远，那么整体的这个载弹量也会受到一个很大的限制。如果手中拥有了这种重型的战略轰炸机，印度认为起码是能够把三位一体的核威慑力量能够给它凑齐。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印度在短时间内又造不出这种大型的战略轰炸机，怎么办呢？还是想到了这个老办法，是要从国外进行引进，要从国外进行采购，因为他以前从俄罗斯租借过攻击型的核潜艇，现在又想能不能租借一下图160轰炸机，或者是采购一下这个图160轰炸机。但是这种强行的引进或者是租借，毕竟不是他自己完全研制或者是生产出来的这样的一个作战装备，那么凑出来的三位一体的这种核威慑体系看起来非常的不牢固，也很容易崩塌。除了插手台湾问题，在中印边境搅局，美国呢还将矛头对准了南海，纠集多国在东南亚举行了大规模的军演。那具体的情况我们继续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据新加坡联合早报网站援引法新社报道，美国和印度尼西亚8月1号启动为期2周的联合军事演习。华盛顿声称，这个代号加鲁达盾牌的年度军事演习旨在推进区域合作。尽管此次军演的规模远大于往年，但美方强调军演不针对任何国家。报道称，今年的加鲁达盾牌军事演习将在靠近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苏门答腊岛和廖内群岛举行。除了至少4000名美国和印尼军人，澳大利亚和新加坡也将参与演习，日本也将首次参加。8月11号，综合外媒报道，知情人士证实，美国联邦调查局突查特朗普海湖庄园时拿走箱子和文件。一名官员透露，部分或可能全部缴获的文件含机密材料。此外，据路透社报道，美国、菲律宾于当地时间8月6号在马尼拉举行会议。会议期间，菲律宾外长马纳洛因感染新冠而未与布林肯举行面对面会谈。在线上会议中，马纳洛一方面表示美国是菲律宾重要的盟友、伙伴和朋友，另一方面也向布林肯强调台海局势需要保持冷静，因为台湾岛距离菲律宾非常近，菲律宾当然会继续期待大国帮助平息局势和维持和平，我们无法承受本地区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所以在这次的这个军演当中，比如说一些特殊的科目的一些演练，魏老师你有什么样的解读？这个向外界传递的是什么样的信息？我认为呢，这场军演有三个要点非常值得关注啊。第一个呢，就是美国陆军的第17野战炮兵旅，那么它在印尼的相关演习区域部署了3台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那么可以针对像一些南海方向的岛屿，它要展示远程的火力打击能力，包括快速的这样的一个火箭炮的部署能力。日本自卫队也是派出了相关的兵力参与演习，还有就是澳大利亚也是派出了相关的这个作战力量参与了演习。那么把这个三点结合起来看，这就意味着美国是想借用印尼的地盘展示一下针对南海岛屿的这种联合的攻击能力，或者是这样的一个夺战能力。但是它最大的一个困境就是在南海周边找不到落脚点。那么南海周边的国家呢，对于美国的这种军事介入或者军事存在，向来呢是非常反感的，因为它会引发更多的矛盾，可能也会带来更多的这种冲突的可能性。那么借助演习之机，它可以利用这样的一个地理环境进行这种战术的这样的一个验证，但是真正的他要是想在南海地区挑起一些冲突，我相信呢，周边的一些东南亚国家还是最终会对美军说不的。在越战期间，美国曾在多个东南亚国家动用集束炸弹和生化武器，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这不仅在当时给当地的百姓造成了深重的灾难，时至今日，大量的未爆弹也仍是巨大的威胁。
只要拿历史的照妖镜一照，美国漂亮化背后的狰狞面目就会原形毕露。那么有关于这方面的内容呢，小叶还会通过几张图片为我们带来他图片上的观察。小叶，好的。越战已经过去了40多年了，当年美军在老挝遗留的大量未爆炸弹，让这个东南亚内陆国家笼罩在一片阴霾之下。我们首先来看，这是一张拍摄于2012年的照片。为了农民种地时的人身安全，老挝政府组织对一些战争时代留下的未爆炸药进行排除并销毁。以老挝为例，从1964年开始，美国空军对老挝进行了长达9年的轰炸，超过200万吨的地雷和炸弹被倾倒在了老挝。这场突袭行动是在没有美国国会授权和美国公众知情的情况下进行的。如今还有大约7800万枚未爆弹药散布在老挝各地，相当于老挝国内每平方公里就有300多枚未爆弹药。据老挝政府部门统计，从1975年至2008年，超过50000名民众被这些未爆弹夺去生命。未爆弹药影响的是民众生命，战争留下的非人道主义遗产影响的则是民众的生活。我们继续来看，这张图片是拍摄在老挝川广省的一处稻田。从照片中可以看到，稻田中坑坑洼洼的水坑，这是美军当年空袭时留下的弹坑。由于修复成本太高，这些弹坑只能被用作鱼塘，或者是用于灌溉庄稼。作为一个以农耕为主的内陆国家，这对老挝的经济发展影响是巨大的。目前老挝全国受战争污染的土地只有不到2%得到了清理，受害者仍在痛苦中煎熬，施暴者却一直逍遥法外。挖坑埋弹的美国曾在24年的时间里援助老挝1.18亿美元清理未爆弹费用。讽刺的是，在美国轰炸老挝的9年的时间里，每天都要花费1330万美元。在越南，有美媒认为至少要花300年才能将这些未爆弹彻底清除。美国给亚太带来的旧伤未愈，还要制造更多的动荡和混乱吗？彤彤，那近期我们也看到，就是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然后是专门跟菲律宾的外长有一个线上会议，其中就谈到了台海局势。但是菲律宾外长的回答可能让美方并不是特别的满意。那您怎么来看待菲律宾的外长对于美国的这个国务卿布林肯的这番表态？它的总体的背景是在此前呢，布林肯参加了东盟的一系列的相关的会议，那么尤其是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在窜访台湾地区之后，那么出现的是台海地区的波动以及对亚太地区在安全等方面的一些溢出的影响。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当美国不断地强调中国威胁，以中国威胁为一个借口一个手段来试图整合同盟体系的时候，会造成一种反噬的效应，那就是地区国家尤其是看到台海出现一些不稳定的因素，甚至可能会出现失控风险的时候，他们会把更多的这种埋怨的情绪来指向美国，认为美国在地区不断地搅动风浪，其实是损害了地区国家的利益。美国海军近期公布的新版战略规划文件称，将会通过多种举措来发展无人技术等前沿战力。而为了加快无人作战平台战力的生成，美国海军呢在刚刚结束的环太军演当中对4艘无人舰艇进行了测试。那具体的情况我们继续通过短片来了解。据美国防务一号网站报道，参加这次环太平洋军演的2艘名为游牧民号和游骑兵号的无人驾驶舰艇，虽其貌不扬，却被认为预示着美国海军的未来。这是他们首次在环太平洋军演中亮相。还有2艘更小的无人艇，海上猎人号和海鹰号，总共4艘无人战舰，已是美军无人舰队当下全部的主力。不过根据前不久公布的远期规划，到本世纪中叶，美国海军舰艇中将有约1/3是不依赖人工操作的。此外，8月4号，美国海军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维拉湾号在弗吉尼亚州诺福克海军基地举行了退役仪式。维拉湾号的退役标志着美军第一种正式使用宙斯盾的主战舰艇提康德罗加级正逐步退出历史舞台。尽管国会依旧反对美国海军退役现有的22艘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但美国海军依然计划打算在未来2年退役10艘提康德罗加级。另据日本每日新闻报道，针对正在开发中的反舰导弹，日本政府确定了将提前予以部署的方针，而原本预定的部署时间是2026年以后。这意味着不等导弹开发完成，就将在样品阶段让部队进行部署。报道介绍，拟提前部署的是让陆上自卫队使用的12式反舰导弹的改良款，比现有的12式反舰导弹射程高出大约200公里。
日本政府正在讨论拥有打击对方国家导弹发射据点等的反击能力问题。在这次环太军演当中，有四艘无人舰艇是首次亮相，然后很多媒体都在说这些无人舰艇才是美国海军的这个未来。在美国，这个无人舰艇现在发展到什么样的程度了？在环太演习的过程当中，四艘无人舰艇确实和美国海军的永人舰队进行了深度的融合。那么它所展示的作战理念被称为隐蔽式的杀伤链。那么什么叫做隐蔽式的杀伤链呢？就是无人舰艇并不是单打独斗，还是和现有的这种有人驾驶的大型的主战舰艇进行一个结合。那么在此次环太演习的过程当中，其中有一艘阿利伯克级驱逐舰是作为指挥舰，在这个驱逐舰上专门有一个班组针对四艘的无人舰艇进行远程的操控，让它可以进行前出性的部署，作为有人舰队的眼睛或者是耳朵，那么针对对方的潜艇进行搜索和探测，针对对方的水面目标进行事先的侦查。这样的话呢，有人驾驶的战舰包括整个舰队就可以在更为遥远的距离上，在更为隐蔽的这样一个区域当中啊，去锁定目标，然后使用远程的导弹去进行攻击。但是我们看在实际进行技术测试的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些问题，所以现在呢，它很多的这种作战理念看起来很新，但是还是处于论证的阶段，不具备实战的功能。美国呢是全球军费开支最高的国家，也是军事实力最强的国家。但是令人想不到的是，美军陷入到了征兵难，符合资格的人数大减，有意愿的人数更是创下了15年以来的最低值。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还是要交给小叶，请他呢为大家带来数字上的解读。小叶，好的。近日，美国陆军部长克里斯蒂娜·沃姆斯的发言人表示，陆军原计划2022财年征兵6万。目前，距离9月30号结束的征兵任务只完成了50%。马丁认为，按照当前进度，陆军2022财年的征兵计划将有25%的缺口。那么现在，美国正在遭遇50年来最严重的征兵荒。我们来看一看，美国的社会青年有多么不想当兵，现役士兵又有多么不想干活。我们首先来看。社会参军意愿不足10%。美国全国广播公司通过一项国防部内部调查发现，在符合资格服兵役的美国青年人中，只有9%的人有参军意愿，是2007年以来的最低水平。据报道，美国符合资格参军的青年男女数量不断地在减少，因为肥胖、吸毒或犯罪记录而被取消征兵资格的人数比例再创新高。美陆军参谋长麦康威尔表示，17到24岁的美国人中，只有23%有资格在无豁免情况下入伍，相比近年来的29%有所下降。在接受调查的美国年轻人中，约57%的人认为他们在服役后会出现情绪或者是心理上的问题。美国海军部长理查德·斯宾塞此前更是爆料称，美国1100多所院校正在联合抵制美军的征兵工作。我们再来看，刚过10%的美军有自信。美国外交政策网站报道称，根据最新民调，仅有14%的美国陆军受访者表示，他们的部队已经准备好随时被部署到世界任何地方作战并取胜。根据美国传统基金会发布的美国军事力量指数报告，仅有58%的旅级战斗队处于最高水平的战术就绪状态，比预定目标低了8%。下一步，在兵员难以足额高质量补充的情况之下，美陆军的战备水平恐将持续下滑。彤彤，美国的这些战略部署其实恐怕还是要跟他的这个盟友协调的配合，才能发挥更加重大的这个作用。苏老师怎么来看待在很多方面，尤其是在这种战术战略层面，美军跟这个日本方面的这种配合？美国呢是在希望在太平洋地区，在针对中国进行大国博弈的过程当中掌握所谓的优势地位，但是呢恰恰呢因为战场局势可能会出现的一些复杂性，因为一些客观存在的因素，美国希望能够获得绝对优势的这个目标，从现在来看呢并不能轻易达到。所以这个时候盟友和伙伴能够发挥多大的作用，是不是能够支撑美国的战略目标，就成为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所以呢从日本的角度来说，现在在美国有某种焦虑的时候，来突出自己的作用，来争取在美国的战略布局当中占有更高的地位，就成为了日本为自身获得利益同时与美国配合的一种必然的选择。但是呢从反舰导弹的提前部署，包括日方近一时期和美方的这种相互之间的政策协调
当中，大家更多的看到的一个危险的倾向是对于战后秩序的冲击。日本认为在推动的过程当中，最终所要达到的目标是和平宪法要将自卫队写入。这个时候呢，美方的态度是非常关键的。如果美国能够给日本更多的支持，会使日本能够更好的所谓无视周边国家的反对的态度来实现自己的目标。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分享你们的这个观点，我们也先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美国的种种行径是美式霸权、霸道和霸凌的体现。如今美国故伎重施，不得人心，只会让解决问题变得更加的困难，恶化世界的安全形势。美国搞集团对抗是对国际秩序的践踏和破坏，更是对世界和平稳定的最大的威胁。好，感谢大家收看本期的军事制高点，登录军事制高点，用数据透视真相。大家下期再见。